2014年3月30号，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皇后玛蒂尔德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皇宫散步，四人并排走在皇宫小路上。习近平笑着对随后赶到的翻译说：“你们来了，我们就好办了。”你们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新浪新闻视频为您报道。